天是过来治牙，但是前面有几百个人在排队，7点钟才可以放号，所以无奈我们只能在这里要等1个小时的时间。在北京看病感觉是一种不绝难的感觉，可是非常的无奈，也要有耐心的去等下去。室外的镜子在一旁冷笑，没完没了的案件持续叫嚣，怕没人注意到他们得意着作妖，纷纷扰扰着人间却不公道，我此三间别无心自顾去逍遥，此去